吹送人，一问貌似花，眼睛先知两潇洒。来同人梦去，我又怕冰肌冻，我着了怒，又怕。我唔怕，唔怕。又怕又怕，听见今天熟了两分。讲啲说话都生鬼鬼人嘅。我咧就唔系生鬼，你只系生鬼啊！真吓，真系曳个噃，老罗。吓，等我讲你听，你去到见到我爹娘嘅情形啊！你就放心去的啦。家勇走来，立即叫令你取出一张侯官谕旨，上写犯人一名柳梦梅开棺劫财赎失，交与阶下犯人还押，然后移交刑部。遵命。快去吓！我呸！哎呀，老先生。犯人一名柳梦梅开棺劫财赎身啊！哎呀，我只能签上鸳鸯谱，万不能画错阎王票，恶掌糊涂，女婿都未糊涂啊！哎呀，你啊！命令龙剑新率领新秀谢雅琪去到金钟出席粤剧《蝶影红利记》的记者会，宣布剧目将会在嚟紧喺香港演艺学院演出十场啊！今次就是阿跑隔咗26年再演出呢套剧，他一讲起都忍不住眼湿湿啊！讲起上嚟戏，26年前我喺休息前最后演出嘅《蝶影红利记》，今日又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见面，而且啊！是一个很年轻的演员和我一起做，咁系多咗份活力，除咗话每样嘢都照顾我哋以前一路做开嘅老师去做之外咧，系另外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。我哋剧本上面有少少改动，因为而家社会上面的节奏都不同了，所以就会有少少改动，比较以前浓缩少少啦，时间上会抓紧一啲。赵宇秋呢个角色咧，你觉得最难演系边 part， 同埋你中唔中意呢个角色咧？中意噶，中意噶，吓佢够痴情，系都未见过就咁痴情啦，即系总靠好似你哋而家就在网上 WhatsApp 咁乜嘢，都未见过面就咁咩啦？我中意佢嘅，难演嘅。教佢难难教。唔好话教，佢好叻噶，佢又好醒噶啦，喺出边做好多戏噶。不过我哋系需要排，大家排嘅时候咧，啲感情沟通啊咁样，多啲排，多啲配合，多啲默契好啲啫嘛。今宵酒醒何处？好天良夜，安得幽情似旧事。唐迪生粤剧名著《龙剑生蝶影红利记》，万众期待回归经典，12月20日至30日
演艺学院演出十场，门票于十一月五日起于快达票及通理琴行公开发售，绝对不容错过。